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图解呢下列呢各二元一次的立方者，所以要你把它解出来，然后画图。好，首先我们看哈，第一个第一条直线，第一小题第一条直线，第一条直线哈，这个当 y 等于零的话 ，x 等于负一 ，y 等于负一啊，负一。当 x 等于零的话 ，y 等于一，等于一。所以这条直线是这个。这个我如果叫做 l 一好了，那就 l 一啊。然后呢，第二条直线的话呢，把三除过去，还有那个截距是 ，x 截距是三。一个接近三 ，y 接近也是三，然后呢，这样一画，好，那这个焦点等于多少？焦点就是呢，这两个方程式的解，这个叫做 L 二，是 L 二。好，那我就用代入消去法，把 x 代进去，就变成，y 啊哈。加减一加上 y 等于三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二 y 等于四，那 y 的话等于二，那 y 等于二带回去，二减一 ，x 等于多少？等于一啊，也就是 x 坐标呢是一啊，而 y 坐标呢是二，所以这一点哈是多少？是这个一二。好，再来看这一题。这一题哈，我们看这个这一条直线 L 一，就 x 等于三，三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哈，当你 x 等于零的话 ，y 等于负四，y 的话是负四啊。当你呢，这个 y 等于零的话 ，x 等于二。y 等于零的话 ，x 等于二，大家在这里，二，那这样一画，这是 L 一啊，这是 L 二，这个焦点呢，这个焦点哈，你就把 x 等于三带进来，三就得六，六减四，四等于二，也就是说它 y 是等于二，那一个坐标是当然是三。所以这点坐标是3